差了3700啊，七六五四3700，对，我把票券都花下去了，差第一名差了3000，其实非常困难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得多少是多少，升不上去认了，好不好？老实说，我升了什么我不记得。这一关我记得好像也有吧？这一关有吗？好像最主要我升的是这一关。对，是这一关，我升了角色跟车子。这一关要练好，2000啦！我们这个终于踩到2000了。既然直线漂移。难度是真的难度。这个好像吹不上去啊，吹得有点烂。大家看到出局下面，这下面出现了一个什么反应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反应是什么鬼。那我还想是想要狂热啊 ，GP 狂热啊。狂热，狂热，不要扫兴啊！狂热，狂热有助于身心健康与手部运动。我讲完刚才那句话，瞬间不敢狂热，哈哈。冲起来！找到连金币都不给了呢，金币是重要的。啊、靠呀，被他双重炸弹兵了。我他妈后面还不跑过来吗？我这边还有一个袭击机。最好不去撞一下那个奇迹鸭库吧，猫库吧。
好，金币红二，干得漂亮。哎，这个黑盒怎么跑那么快？不能不打，不然会影响我的狂热啊。尤其是根据我的经验，在第二名都不想狂热。能不能倒啊？他吃了我第一名的分数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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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靠！我干干干！哎呦，差一点碰到！哎呀，电流级极棒啊！千万不要碰到一些奇葩道具，否则会出事。阿北就出事了。啊，黑盒又中了我们的陷阱。啊，不狂热啦，还有可以三次狂热的。那还真是神奇啊。哦，21455，那么原本什么？哇，这分数也差太多了吧！哎，我瞬间离第一名啊！我们瞬间到达第一名啊，而且第二名超过了我们1000了，搞笑了，搞笑了。这波血战又吃到第一名了，我又摸了第一名了，现在就是拜托我们第一名吧。等一下，我要来整个火。Please give me first play。等一下，我先出去，因为他等一下 Q 完上线，我要翻到，哎，自己怎么变第二名了？设定名称。我们先不要打这个名称，我们来打一下啊。I want WANT EST。然后还有个PLESE 啊，这样打得够吗？不够。马西，那表情符号呢？我看一下啊。那个拜托的手势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突然找不到了。哎，怎么没有？这里一大堆手势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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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可能没有？一大堆手势，这怎么可能没有？被退回了啊！被退回了。
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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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标点符号呢？标点符号呢？有没有什么标点符号？我打了这样，我这样子打，位置不够啊。那这样的，多了一个，这样子。EST 现在我看起来长成什么样子？其实很好笑欸。我没办法取得，我之前不是允许的一个道具啊！我靠！我靠！一个道具是要怎么玩的？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。保护自己为重，保护自己为重，然后让自己小一点。然后，红龟加成。啊，算了，就这样子好了。这个等一下再改气球。等一下我们可以去打招呼，我们就这样子打招呼。两颗，我靠！等一下自爆了，还好没有无敌时间。怎么就只有三个人呢？这么奇怪。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啊！这是在干嘛？这是他卡还是我卡？哎，他怎么爆掉了？然后还有喇叭，我也有喇叭。啊，算了，你有那个，我就先不跟你打。在干嘛？我靠，这么多东西在这里。和平共处，我们大家都第一名，很棒，非常好棒。哎，我看他受伤，我看他受伤了，那就等他自爆，要么就是互赢，共享胜利。我在手上还拿红龟啊。故意跟他走近一点。
他现在在后面追我。啊！不要过来呀！那时候和平共处，就这样子，老婆他死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他死了，是我们，是时间到了，是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而已，时间到了而已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一个道具是要玩个 Dora， 完全的 Mario Taco Wii 啊。我没有派过碎碎龟，碎碎龟气球。哎，啊，怎么就我们两个了？啊，怎么就我们两个了 ？Hello，Hello，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道具了？我炸到他一次了，所以就没有人玩啦，两个道具就没人玩了。哇，他手上看起来拿的是喇叭还是什么？他打算要炸我！我现在看地图，然后赶快跑得远远的。啊！太搞笑了！你完蛋啦！没中！他怎么跑到我后面呢？他能去哪？他又跑到我后面了，怎么做到的？还一直在那边啊，我们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啊，算了，和平共处，道具保护，又没炸到。闻着他露出他的小犄角，露出犄角了吧？哈哈。干啥你呀、啊？再来换一颗气球。啊，库巴 JR 的气球也没拍过。假如我按，哎，不对，这个反应是观众们按的，我不能按，懂了。这次人走突然变多了，哎，我怎么卡了？太搞笑了，这个模式真的是太搞笑了啊！一个道具真的是啊，运气超级运气，100%的运气。哎，我炸掉了一个，还复仇他，刚才刚躲在我的屁股后面，这个超级运气的，输掉吃香蕉，中了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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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场上怎么那么多这个香蕉皮？好有威吓性啊！这个滴滴当，不靠腰，哎呦，差点被他中了，被他中我就死了。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干我死了！哎，我死了！然后我现在又是要干扰战局了。三根香蕉米啊！死啊！结束。我那个声音又给我卡了，我的声音又卡了，我的声音又卡了，我这个声音永远卡到不知道在干嘛。哎，台湾人，我是台湾人。现在又懒得出去，懒得出去重开。天哪！看到没？看我这个声音，游戏的声音跟荧幕画面无法对焦，或者说无法对焦，没法对齐。哎，好呀！互杀，互杀，互杀，互杀。这一次我可有防具啊，我三颗爱心啊，想干嘛？哎，这个红龟怎么没有去追啊？我钱怎么没了？我爱心咋全没了？我爱心怎么一被喷就全没了？就决定是你了，倒霉蛋！哎，超妖我死了，然后又有我临死前再带走一个。哇靠！等一下，现在场上有几个？一二三四，四个啊！我的天啊，这个会降级。啊，这个会降级，这个会降级。我现在只能干到场地。下一个什么？绿龟，三重绿龟。那我是不是要扫射？扫射它。我绿龟好像没有用错，就一个弹到中间。这个我有办法用绿丢，我丢到中间哎，可以丢到中间。啊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！砰啊，没中。我现在就是往那些风，我看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我还倒地破坏他。这叫做中间干扰战术。哎、啊，是的，但我第五名了。对，但赛道怎么就这两关啊？虽然说没有第三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奇怪的什么之地救治了，那个最麻烦，尤其是只有一个道具。现在人怎么出来那么多啊？刚才人都那么少。
这个人有绿龟啊！哎、欸，啊，放了，他放了，不知道怎么跑去追另外一个人了。哇，这个是香蕉炮，香蕉大炮。哎、欸，想干什么？我可是有爱心的。哎、欸，我还是有爱心的，我是有爱心的人，非常有爱心的，大家都是喇叭。必须要保持相当的距离啊！他也有喇叭，他来追我。太有爱心！他有红龟防御，我有喇叭。死了一个。啊，我刚刚还有人满血啊，那个黄色这一只还满血。还有个红墙残渣的，他怎么被打还没死？好、啊、了，想撞我是不是？你现在完全在中间绕圈圈，完全不能干什么。大家一起在中间绕圈圈，来剩下一个人，这个半吸还有那个啊，我还得剩一颗气球，而且剩三十秒，哎，我还吸掉他的尾鱼。哇，换我反过来打你啦！哎，被干扰者打死了。我被干扰者打死啊！这个干扰者真的是场上的搅屎棍。嘿呵，六个人。红龟开头，还有炸弹，可恶！还有喇叭，还有七七七，哇！还有干什么？哇，这个啦，好不好？干什么？我干什么鬼？擦边球啦！好爽！好哎，要好好的闪一闪哦！哎，他怎么撞我香蕉了？哎，好像也没撞啊！又死了一个，又死了一个！然后这前面这一个可以针对一下，那个从前面打真的是太贼了。我靠，被从后面搞偷袭了。哎，这么快就结束了。被从后面搞偷袭了。
不可考偷袭。这是六个人吗？六个人。哎哦哦哦、还有炸弹兵加农炮也在场哦，跟着啊，多人游玩的这个还蛮恐怖的。我刚刚两个互杀了，我看到左边两个人互杀了，互相抵消，这个喇叭互相抵消。我看他受伤了。小鸡脚出现了，我们现在大家，我四条命，五条命，暂时的五条命，好，四条命，三条命，啊，先死，顽强，我就是这么的顽强。顽强的厉害。顽强，可以再打一场。求盖姆，穷追不舍，还有喇叭，哦，我有爱心。哇，七七七，这厉害！还有他七七七晚放了。哦，还有他闪现，这谁的网路这么不好？库巴龟壳，那他暂时拿不出道具的绝绝代，打死他！没错，没打死他。我刚才好像打到他的库巴龟壳，被他抵消掉了。他怎么又拿库巴龟壳？好，七七七七七七，我被七七七的红龟打了。OK， 又打死了一个。啊，炸弹，他手太短了。呜呜，差点踩到香蕉。来，给他绕圈圈。哎，他先自爆啊！所以一等。可以，今天我们成功打到一等了。哇，
我们就九抽啊，就差一点就十抽了，算了，没时间了，我们就直接全抽掉。好，金管来了。飞行慢慢龟气球我有了，呜，绿管粗糙机。虽然说这个超级很烂，难怪会是绿管。五张道具票居然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完成了什么？透过对战达到实力一呀，又得到一颗红宝石啊！在对战模式中弄破30颗气球，完成。我们要打破100颗气球才打掉30颗气球。我们要这样子一次玩到 A 啊，其实还蛮花时间的。打完之后可以获得30颗红宝石。然后说我其实都完全忘了这一个挑战。我们把东西最后升一升。哦，分数解锁 UR 已经五张了。好，就勉励他，给他解锁一次吧。今天我们就直播到这边喽。感谢各位，大家拜拜。